帕特·米歇尔在谈到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丈夫时，他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。我和我丈夫在一起已经38年了，我一天一天地看着他消失。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寻找预防或者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办法。阿尔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症。根据国际阿尔兹海默症协会的报告，目前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人患有这个疾病和其他痴呆症，其中有大约60%的病例在发展中国家。该组织预计，到2030年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人将翻一番；到2050年，这个数字将增加2倍，除非那时在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。约瑟夫·奎恩是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专门研究痴呆症的医生，他决定对鱼油的主要成分脂肪酸 DHA 进行研究。有很多研究显示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的大脑里基本上没有 DHA 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到欧米伽3脂肪酸上。奎恩医生和其他研究人员研究了400名患有轻微或者中度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，他们让60%的患者摄取鱼油，其他40%的患者摄入安慰剂。18个月后，结果让人失望。研究结果是，对于已经确诊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来说，鱼油不能延缓病情的进展。奎恩医生表示，虽然研究人员没有能够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，但即使是令人失望的结果，对于寻找延缓或者停止阿尔兹海默症发展的方法也仍然有一些价值。这项研究报告刊登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。